好，我们又见面了，大家早安、午安、晚安、全日安，欢迎来到神芒第一线。咁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一早就来到呢度听节目啦。咁啊，大家相聚嘅时间，希望可以带到啲欢乐俾大家啦。虽然嗱，即今日讲嘅嘢咧，就有啲都会沉重噶啦。咁但系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吓、啊，即系就算苦笑都笑到一两声啦吓、啊，即系唔好即系因为见到而家嗰个情况吓、啊，即系睇上嚟吓、啊那个疫情咧，其实全世界都系反复紧啊。就但系嗰、那个情况系比幾年前咧就好好多嘅，其實即係我都要再講一次，即係有啲人而家當然有啲悲觀啦，但係嗱，我都要講一樣嘢，即係有好多可能性，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啊，即係究竟之後會點？你如果係好樂觀去睇，有好多嘢會回復正常；如果你係比較悲觀嘅，咁即係有啲嘢咧就可能咁容易回復正常啦嚇。咁啊嗱，龍眼妹咧就話主持。網友咧做冬至快樂，咁啊今日做冬啦，咁希望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一家團聚嚇，齊整整啊，呢、這個就最緊要嚇。咁啊嗱，有地方就係因為已經有另一波疫情，即係好似我哋呢度咁樣嘅，咁啲老人家咧就有啲就會好謹慎，即係譬如即係我父母嗰啲咁，因為佢哋冇打第四針，因為打第三針已經太辛苦，咁佢哋冇打第四針，咁佢哋結果咧又做乜嘢咧？佢哋就自我禁足啦，同埋咧就一段時間咧就即係兩老就咁自己留喺自己嘅地方，佢又唔會去見其他人嘅。嗱咁係咁嘅情況都無可厚非嘅。咁而家即係疫情嗰度，我哋遲啲就會今日都會講多少少，因為喺內地咧見到有啲即係唔係好好嘅情況出咗嚟嚇，咁有幾樣嘅嚇、啊，即係喺微博啊，我哋就見到咧，即係有啲人咧就同時死老豆，即係嗱、啊，即係咁講，你嗱、啊、一齊死親人係有可能嘅，但係你冇理由咧，你寫篇文章咧差唔多係百分百一樣咁樣放出嚟嘅。如果你有好多嗰啲即系户口喺度写文话自己死咗老豆啊，即系又喺度讲话而家政府做得差啊嗰啲，嗱即系我好粗浅嘅睇法咧，即系有一部分咧呢啲系即系有人系负责搞事嘅，啊即系你话政府系咪做得好好？我话俾你听，即系内地政府喺今次呢一镬咧就唔系真系做得好好嘅。啊、即其實死人的數字都是多，而且是沒有公佈、啊、即我認為這些都是遲些是會有問題的、啊、因為一定會有人作故事的了，其實你說我、哦、是不是都有人作的啦，這樣是吧、啊、即其實現在在北京有個情況就這樣，即第一批中招的人呢他就出街客了、啊、即他們出街的時候呢就而家個情況就係咁，佢哋人人都喺度咳嚇，即係就算好翻，即係佢哋嗱已經係轉咗音，佢哋其實轉咗音之後咧，嗰、那個咳嗽咧唔會即刻好嘅，好多人都咁佢哋照樣出街咯。而家係啊，即係而家喺北京睇到嘅情況就係咁。同埋有啲圖片咧就已經睇得到噶啦，就係、是、或者視頻添啊，有啲人拍咗。就係喺嗰啲大型超市嚇、啊，即係Sam's Club 或者喺IKEA 嗰啲地方啊，好多人啊，而家已經係啊，即係喺北京嗰度就啊嗱咁呢啲情況係咪好事？咁如果嗱、啊，即係大家要明白，即係而家復常啊嘛，那個路徑係咁，而家係用一個最快嘅路徑復常咯。咁你話個代價係咪好大？那個代價即係好老實講，對咗有啲人嚟講係好大嘅，即係好真實咁樣講俾大家聽。啊，即係嗱，如果你睇翻近期咧，張文講咧，佢又話即係而家一定會走出呢個疫情㗎啦，即係呢個趨勢咧就唔會再逆轉咁樣。嗱、那個情況咧，佢都有講到咧，就係、是、要做好兩到四個月嘅準備。嚇、啊、咁。在個社區的醫生咁會有很大的防疫壓力，但我都即係講樣嘢大家聽，即係其實有些醫生都走了，即係我哋知道啊，即係尤其是後生醫生，佢明明已經陽了，即係佢仲要繼續
工作。咁阳咗嘅人咧，其实都系提醒翻大家，即系如果而家嗱，其实我哋好多网友都中咗招噶啦，即系而家亦都系好多都康复翻。但系阳咗嘅人咧，最紧要就系咧要休息多啲，就唔好谂住咧就话我冇乜嘢就出去工作。其实有啲人硬顶落去咧，到最后咧就喺第六七日嘅时候咧又变重症啊。咁 Number One 就係大陸疫情放寬，街道冷冷清清。其實就唔係，因為而家喺北京咧就開始有啲唔同啦。因為嗱，尋日北京晏晝佢有疫情發布會嘅，嗱佢哋嗰個重點行業企業咧就全面復工，咁酒店婚禮啊嗰啲咧就照搞，咁地下室嚇即係嗰啲酒吧、KTV、gym 全部開翻曬，其實就係咁嘅。咁係會多咗人喺條街度走噶啦，即係。你话会唔会好快就回复完全正常？我就打个问号啊，始终都系咁嗱，即系自己都系谨慎一啲啦。即系我嘅睇法就系、是、啊，最好能够唔感染咧，都唔好话尽快感染。即系而家有啲人喺网上讲咧，就话即系尽快感染就好噶啦，咁样即系提醒大家唔好咁样吓、啊。即系啲人话尽快感染嗰啲，即系我到而家都系认为系老点人嘅。其實而家係內地嘅疫情喺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情況。如果你早十日到啦嚇，早十日到十零日咧，其實你會知道有啲地方就係啲老人家就走咗好多嚇、啊，即係有一部分係喺個社會上有啲地位嘅，即係譬如院士啊，即係知名教授啊嗰啲咁樣樣嚇、啊，即係大家都要知道就係有時冇辦法啦嚇。啊嗱，我哋话喂冇办法，点解冇办法？唔系之前仲有办法嘅咩？但系呢、這个轨迹佢用呢条路咧，嗰、那个路径咧，嗰、那个即系成本系比较低啦吓、啊，即系我只能够讲吓，即系一开始嘭一声咁开咧啊，即系好多人用一个好快嘅速度染咗，跟住再加埋嗰个疫苗吓，咁、啊、因为其实都九成嘅人打咗疫苗啦嘛，咁你两样嘢加埋嘅时候咧，咁就系、是。都是算是可以快咁样处理到个问题嘅吓。咁啊，收缺量就系有人真系好想感染，觉得无敌。其实有啲嘢系未完全知道嗰个后遗症会系乜嘅啊。即系如果你谨慎啲，你咪自己继续小心咯。啊，有啲人觉得佢可以即系好容易就染咗之后冇事就无敌嘅咁。有啲人系会咁样谂嘅啦。即系呢啲嘢咧，我都要警醒大家咧，就系、是、你如果长期系。高工作強度，即係成日要捱夜啊、翻夜班啊嗰啲人咧，或者成日加班嗰啲人咧，你最好都係唔好染疫嘅，因為染疫嗰、那個即係病情嘅嚴重性咧，即係已經係可以睇到咧，嗰啲即係工作強度高啲嘅人咧，係麻煩好多嘅啊！即係當然你可以唔信我啊，咁但係你自己睇下身邊嘅人先，即係如果佢日日都係行行企企嗰啲人咧，佢係冇乜事喎。即係行行企企嗰啲人，佢中咗招之後，佢可能休息一陣就好翻噶啦。啊，即係本身嗰個身體質素好啲嘅，但係如果你係要即係高強度工作啊，時間好長啊，壓力好大啊嗰啲人咧，嗰啲人係好難搞嘅嚇。嗱咁啊 ，Yan Chen 佢就話啦，喺香港咧，佢嘅情況就應該而家咧就有好多人測試有條線咧，就照送貨翻工。嗱咁大家都要知道咧，其實。在香港咧，而家仲係有防疫措施嘅，但係關注防疫嘅人同埋好老實講啦，覺得疫情係一件事嘅人，而家係越嚟越少。咁如果你係中咗招嘅，你打去呢、這個衛生署啊，即係你打去衛生署嗰度話俾佢聽你中咗，咁佢都會話樣嘢俾你聽嘅。即係我最初都唔信嘅，最初即係。最初都唔係好信有呢個可能，但我睇翻即係有啲唔同嘅人咧，都貼咗即係佢哋嗰個經驗出嚟。佢就係、是打電話去衛生署，咁咧嗰個接線嗰個阿姐咧就話，即係冇翻工嘅人咧係可以唔使報嘅嚇，咁、即係唔使向公司交代，亦都唔使上報，唔使轉紅碼。咁佢咧就可以即係繼續周圍去，嗰、那個自由度就大啲嘅。咁你話送貨嗰啲人點解會咁做？其實呢、這個自願上報機制咧，從來都係
有一個誘因咧，就係令到啲人唔上報。即係如果你話，大陸唔搞自願上報好乸大鑊，其實我都有咁嘅睇法嘅，即係你啲數據嗰啲會完全唔準啊嗰啲咁嘅嘢。但如果你要即係低成本嚇，即係用最快嘅速度解決而家即係呢個疫情嘅問題咧，啊，而家係冇辦法，係用中國速度去處理啦。啊，即係用最短嘅時間最多人去染疫，咁嗰一波係可能會好勁啊，啊，可能會有好多人走嘅，但係有咩辦法？我就話俾你聽，而家係冇辦法。咁但係你話即係要唔要？令到啲人都警惕一啲，就唔好大片大片咁樣全部啲人中曬。我認為係有需要出嚟講呢啲嘅，即係之前早幾日嗰啲宣傳咧，有好多就叫人唔好咁緊張啊，中咗招都唔驚啊。咁另外有啲人就宣傳話，快染疫快無敵啊嗰啲咁樣，即係快陽快無敵鬥快陽嘅，有啲人係即係鬥快陽呢種做法咧，我到而家都係認為係唔可取嘅嚇。咁你話？而家用呢個方法最短時間最多人染係咪專登嘅？我都唔敢講係咪專登，因為我講真，如果係專登嘅話咧，咁即係有啲人就係要犧牲咯。我只能夠講嚇咁我睇到就覺得唔理想咯。啊，即係我到而家都係咁講噶啦嚇。嗱 ，Lock Parko 咧，佢就話最近好多朋友都染咗，個個反應唔同，年輕人咧都要食新藥嗱。其實那個藥咧就好勁嘅，即係如果Paxlovid， 因為尋日我係同一個老闆去食飯，咁佢嗰個老闆咧當然有高糖啦嚇，咁就佢阿爸就染咗疫嚇，即係而家講下即係嗰同嗰個老闆食飯，即係知道一啲資訊俾大家聽。佢老豆染咗咁樣七十幾八十歲，咁食咗嗰個 Paxlovid 之後咧，係噓一聲咧就好翻，即係基本上咧係兩日病徵出現咗兩日，兩日之後咧就完全冇事嘅。咁所以即係你話嗰啲新冠特效藥有冇效？係絕對有效嘅。啊，即係你話喂唔係喎，睇個數字係得四成或者五成嘅人食咗會有效。咁你起碼都有一半嘅機會。啊，即係如果你中咗招，老人家你食咗藥，即係本身有一部分人已經會好翻嘅啦。即係就算唔食藥都，咁有一部分人咧就係要靠食藥咧先至會好翻嘅。咁嗰個 Paxlovid 嗰個效力咧就好勁。即係睇起上嚟就咁，但係唔係叫大家去囤啦？有個地方又冇得買添嘅喺市面上啊，市面上又唔會俾你買得到。咁佢係即係政府或者醫療系統根據實際需要去分配啊。咁啊，21 man 佢就話：我公司啲領導真係冇人性，同事冇症狀都要佢翻工，咁搞到終於都讓埋把幾火。我就話嗱。呢一種做法我真係老老實實，我到而家都係覺得唔理想嘅，因為其實你大規模有咁多人一齊染疫咧，你出現一個特別勁嘅變異株咧係有可能，你唔可以抹殺呢個可能性，雖然呢個可能性係好低啊，即係其實大家要記得一樣嘢 ，Alpha、Beta、Delta 咧就勁過 Alpha 同 Beta 好多嘅，點解會咁樣咧？就係因為印度咧，佢冇差防疫嗰陣時係嗱，嗰嗱呢個亦同中國嘅情況又唔係完全一樣。因為而家中國亦都有起碼咧九成人咧都係打咗兩針嘅，即係如果你講個兩針數字係九成人，咁所以佢有一個基礎嘅免疫喺度。但係你話係咪真係打兩針有用咧？我到而家都係認為打兩針係冇乸用嘅。嗱，即係我都唔想咁樣講，但係你話即係如果你話要國家嗰個政策，你要講少少嘢去即係。算是兜一兜啦，你只能夠咁講，因為有九成人嘅有兩針啊嘛。雖然三針嗰個數係唔理想，三針嗰個數咧應該係七八成到啦，即係整體嚟講係七八成到，但係老人家就得一半嘅嗰個第三針。咁啊，其實係唔理想喎，即係如果你講個事實就係唔理想嚇。咁但係個路徑選擇咗啦，你話係民意驅使又好，中央決策又好嚇，即係其實究竟係。是不是民意驅使呢？我是認為真的有民意驅使的。那你說，共產黨都不理民意，這種講法我是沒辦法同意的。即共產黨有些事他都是會聽一下民意、啊、即如果你說共產黨是完全不聽民意，我就覺得你這樣講都是抹黑共產黨即有些事即說真的，你說是要自圓其說，那你當然要講一些事去正面一點去說。那你說我而家係咪喺幫佢哋正自圓其説緊，正面啲咁講？咁我就老老實實咧，我都好難好正面嘅，
即係見到呢個情況，我就覺得而家大片大片嘅人咁樣揚發咧，即係一部分人要走咧，其實係絕對唔理想啊！嚇，即係北京市面上多咗人，而家第一批中招嘅人好翻嘅人就會出嚟啦。咁佢哋會覺得無敵嘅，咁呢個咧亦都係一個風險，我就講嚇，你覺得自己無敵喺北京咧，有啲人連口罩都唔戴，佢就係咳咳咳喺條街度咳，佢好翻啊嘛，陰咗啊嘛，咪咳咯，係咪先？咁啊，小南又話國家用咗三年時間接種疫苗，換取低重症死亡率。咁啊，但係人民對自己負責咧。個問題咧就係、老人家，老人家就係俾嗰啲針後人亡徒嚇到係唔敢打針嘅。啊，呢個係好難搞嘅。啊，咁啊，嗱、即係如果你話阿蕭講乜啊，即係青山桃花麻醉完就大陸嗰套方法冇辦法應付 Omicron 嘅。我話你聽，佢唔係冇辦法，佢係有辦法，但係嗰代價咧都會好嚴重，尤其是喺醫療系統嗰度。有啲地方而家佢要翻核酸啦，即係你如果睇下而家有啲地點咧，佢已經要做翻核酸，所以內地嗰個政策咧，佢係動態嘅，你要知道，你唔能夠講死佢邊樣得邊樣唔得嘅，即係內地有好多嘢佢係可以隨時轉嚇、啊，即係佢個優勢呢個係仲喺度，即係佢可以隨時轉嘅。咁即係如果佢見到有啲嘢唔妥，佢係可以行翻轉頭。即係嗱，你話好似張文宏講咁樣，係咪即係一條直路走嘅？我就認為今次唔會一條直路走嘅。即係我係比較悲觀，我哋要講嚇。嗱、啊，即係如果你話老蕭佢點講咁，老蕭佢有佢嘅講法咧。我其實都唔係好關注老蕭講乜，即係講真，因為佢講呢啲嘢都嗱、啊，即係好老實講。有啲有道理嘅，即係譬如個拗值好高咁樣，我都講過㗎呢啲，個拗值係好高嘅。咁有冇辦法應對？你其實從來有冇辦法應對就係你能夠付出幾多代價？我成日都係咁講嘅。有啲人就唔信啊嘛，你話哦，即係其實有啲人係冇聽節目就話、你都係支持動態清零，我係支持動態清零。你能夠做得到係應該做動態清零喎。如果做得到嘅話。即係嗰個代價你係可以負擔得起，你係應該做。但係而家個代價負唔負擔得起呢？其實個代價就係去到一個差唔多負擔唔起嘅位啦嘛。咁而家咪轉方向咯。咁你話而家咁樣轉方向係咪個代價好大？但係我同你講啦，咁樣個代價係大，但係咧遠比你要做足所有準備咧係低嘅。你話做足準備有幾難啊？做足準備嘅全部都係要好沉重嘅代價。點解話做好準備反而要從沉重嘅代價？你做好準備要做乜嘢咧？啲醫療系統要提升好多嚇、藥咧又要備定啊！藥備定咧，仲要咧，你備咗一大堆藥嘅話咧，你好有可能咧啲藥係嘥 Q 咗嘅嚇。我講句真話俾大家聽啊，即係所以你話而家嗰個政策有冇邏輯？佢都有啲邏輯，但係嗰個代價咧，你咁樣擠曬嗱，我都要講公道説話，你擠曬落去平民嗰度咧，平民老百姓嗰度咧就。是不啱數嘅，依個係仲衰嘅，其實係，即係平民老百姓而家係好乸慘，點解咧？因為嗰啲企業啊，即係有啲係好乸無良嘅。喂，我哋呢度啊，即係有人陽咗，你叫佢留喺屋企啊，唔准翻工啊，啊，即係我哋工作嘅地方一定要係陰間嚟嘅，即係人人都係陰性先入嚟嘅，啊，即係要做嘢嘅地方都係咁樣嘅，啲老闆都係。喂，就算啲老闆啊，即係做嘢都有時都好無良啊！即係我有，即係尋日同佢食飯嗰個朋友，有時都好無良啊。但係，喂，佢喺防疫方面啊，都唔敢好似即係內地某啲即係老闆咁樣啊，亦都唔會好似香港某啲人咁樣唔 Q 理啊。就係你要知道就係你話外國躺平，我就話俾大家聽，就即係呢一個講法完全冇根據嘅，直情係。如果你要管控自己的公司運作的風險你自己都是要嚇，即係將嗰個代價大家中招的代價係減到最低嘅，嚇，同埋對嗰個企業的影響是減到最低嘅，一定是咁嘅。你無論你嗰間係得十個人員工的餐廳，一或是可能得三四個人的即係店鋪，其實做法都是一樣嘅。你能夠啲人咧唔陽嘅話咧，你盡量都係唔俾佢陽嘅。其實嚇咁啊嗱，拖得車就話深圳而家爆疫嚴重過香港，反而增加咗北上名單。嗱唔係反而啊，拖得車我講啊，係正常啊。如果兩邊爆疫嘅程度係一樣，咪可以通關咯。其實個問題就喺呢度啊嘛，因為你爆到差唔多兩邊，其實就通關冇問題嘅。
即係如果嗱點都係爆疫噶啦，係咪先啊？總之爆疫嘅情況同其他地方係差唔多，你咪可以開放翻咯。啊，即係呢個係另外一個路徑嚟嘅。咁你話個代價係咪好大？係噶，老人家係死好多噶啦。但係我同你講係冇辦法。啊，你話政府話即係內地政府會唔會賴嗰班白紙友，即係顏色革命勢力一定會。你話係咪賴佢哋嘅？咁有某程度上係賴嘅，不過自己。即是有些人的行为呢就是很老实说根本上就令到一些政策就走向一个不是很好的方向而且是自己送头的。但因为我经常都是讲这些说话可能有些人不明白有些人听了第二边我不要紧的我没所谓你听得明白就明白不明白就算是不是、收缺量就说昨天香港死了50个是太恶的现在是。我不過我都預咗噶啦，其實之前我哋一早講啦，即係盧局長佢上任之後，佢即係放寬嘅時候，我都講啦，你都要預咗咧，香港咧每日都係要死二三十人噶啦。其實都唔係盧局長上任，就係臨尾嗱，即係我都要講，最初香港咧都係第五波咧都係諗住動態清零嘅，但係你去到幾百人嘅時候咧，嗰個 case 數咧點解都要開放翻？因為社會個壓力太大啦，政府唔開都唔得嘅。啊！即係嗰啲商界話：喂，唔得喎，我哋會餓死喎啲人嚇、啊，即係啊，仲有啲人會抑鬱死喎，好乸大鑊喎！即係喺香港嗰個情況啊，咁啊呢兩個數字會唔會好勁？咁我同你講，呢兩個數字咧，從來都唔會大過因為新冠病死嘅人嘅。有啲人就喺度拗你話冇數據啫咁樣，就而家就同你講，人哋外國係有數據嘅，即係因為封城嘅抑鬱死嘅人，肯定係少過病死嘅人，絕對係嘅。你唔使拗嘅嚇，好啦，呢抄就話我哋係有病咧就唔好翻工，在家休息到好翻先翻工。有病假用病假，冇病假用年假。其實澳樓都係咁樣操作噶啦，啲老闆全部都係咁噶啦。所以你話究竟而家即係內地嗰種做法好啊，定係西方嗰種做法好？我就話內地嗰種做法係有風險咯，我只能夠講。你當你同一時間咁多人養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可能有一個變異株出咗嚟？其實係有可能咯。同埋你因為你已經冇做大規模核酸啦，會唔會有變異株出咗問題？啊，跟住會影響好多人啊，即係嗰啲人係會突然之間會走啊嗰啲。我就話俾大家聽，唔係冇可能，係有呢個可能性啊。即係但係呢個可能性咧就冇唔好誇大啊。呢個可能性係有，但係可能性係好低。都是要提醒大家盡量能夠不要染疫的都是不要染疫為佳的其實即我到現在都是這樣說的因為我看到一些朋友就有些二月染了疫他九月到十月到又中一次有些是有些就十一月十二月的時候又中、即是這個病不是中了之後就會以後都不中不是這樣同埋好多人係第二鑊中嘅時候咧，係辛苦過第一鑊好多，那個免疫反應好大嘅。所以都係提醒大家噶啦呢一樣嘢，即係你唔好覺得我都係要再提多一次，真係你唔好覺得即係呢個病咧，即係重感冒，唔係咁樣樣嘅。就算你第一次啊，好似傷風咁啊，即係染咗疫第一次陽嘅啫。Omicron 我哋呢度二月開始爆，有人染咗疫第一次好似傷風咁嘅，第二次中就係、是。辛苦的感冒好乸多啊，其實係啊，所以大家都係要小心謹慎啦、好啦，咁啊嗱、，Terry Zhou 就話，但喺香港有好多人陽咗，用自己嘅假期咧覺得好蝕，咁呢個係冇辦法嘅。其實你自己病咗嘛，係咪先？你用曬嗰啲病假咪要用自己嗰啲假期咯？呢個係啱數嘅，其實係啊。咁啊嗱。拖得車就話香港今次最不理想的做法咧，只係公布死亡數字，但係冇跟衞健委建議同大家詳細交代佢哋點死同打咗幾多針。但你要明白，而家內地都冇咁做，即係你都要知道內地連死亡數字都冇報出嚟，即係我都同講俾大家聽啊。即係如果你話香港要跟衞健委，我就冇辦法同意啊。拖得車，即係盧局長做嘅嘢係咪好理想？我唔認為好理想，但係。佢以佢而家咁嘅環境，佢做到而家呢個局面咧，都算 O K 噶啦。我都係勸大家收貨咯，係咪先啊？好啦，收缺量就話我成日講咁樣死人一個月會執三間老人院。咁其實嗱，即係咁講，我哋成日都講一樣嘢，你個社會付出咗代價之後咧，佢都有得著嘅。嗱，呢個
有人就會覺得是很涼薄的，就會減低那個，我講個事實而已，實際上你死那麼多老人呢，那個養老壓力呢，那個社會整體的養老壓力是減少了的。其實你在美國看到這件事，你在英國看到這件事，但是這件事呢，對於走了的人的親人來說，其實是很慘的一件事，是有這個代價的，大家都知道。但有些人當然沒有所謂，即是死老爸死老母更好，為什麼說死老爸死老母更好呢，就是有遺產，即有些人是這樣，沒辦法，社會就是這樣，我講個真話給你聽，就是這樣。Studio 又話啲人咧好，即係好恨去演繹啊，好似國內啲人，其實最好唔好啊，即係我哋成日都提佢哋最好唔好嘅，你能夠唔養咧，都係你喺屋企好啲嘅啊。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去傷風感冒咁嘅，佢以為自己養咗，其實佢可能都冇養啊，因為喺內地咧，你而家要搬翻一兩支快測咧都唔容易，其實就係、是、啊，所以。有好多嘢我都講啦，而家付出咗代價噶啦，即係內地而家用呢個方法咁樣。張文宏佢點講都好，即係我認為而家內地咁樣開咧，都係會有好大問題噶啦，嚇。嗱，各位唔好意思，先咧就個網絡出咗少少，咁我而家咧就改一改我嘅做法啦，個網絡有啲問今日，嚇咁咧。再講多次啦，翻翻嚟，頭先唔好意思啊，因為可能停咗一陣啦。我見到有啲問題，可能係會食咗啲字啦，或者停咗，我唔清楚啦。啲網友冇咗聲，我都知道嘅，因為我見得到佢有個警告出咗嚟嘅啊。咁啊，收圈僆就話啦，社長真係噶，死老豆死老母係有層樓，有啲人係唔介意嘅，即係高堂離開啊，咁啊由得佢咯，咪死咪死咯，有遺產啊冇所謂，有啲人係咁樣。但我就認為咧，即係內地而家即係大家付出嗰個代價，其實有啲人係會好慘嘅，好唔開心。大家自己即係都睇下自己嘅言論啦。即係我就好反對有啲人講咧，就話支持動態清零嘅人咧就涼薄嚇，唔理嗰啲跳樓死，唔理嗰啲咩防控二次傷害嗰啲人嚇嗰啲慘況。其實很肯定咧，就係一樣嘢，就係疫情的傷害咧，直接傷害都不是二次傷害，肯定就大過疫情防控的二次傷害嘅。呢條數就一定的，但是疫情防控的成本太高的時候，你都冇辦法，你都要放開噶啦。啊，即係我都是講真話嘅啫。啊，劈通我都是講真話嘅啫。啊，好啦，講到呢度就算那數啦。嗱，咁啊，師祖做咗斷咗啲字，都應該聽得明成個意思。你如果聽得明就明。不明白我都冇辦法，其實佢停了兩秒，有時我都冇計嘅。嗱 ，Vinny 歪歪，因為好衰啊！有時咧，我哋講嘢咧，講一句説話，我之後聽翻佢，跟住冇出現嘅嘛。啊，即係呢個冇計嘅，個網絡咧就係比較即係講真比較唔穩定啦嚇。咁如果你話要穩定啲，要點咁啊？要提升我哋嗰個投入啦。咁但係。我之前都講過好多次，冇辦法而家冇辦法提升，暫時係因為成本太多，仲有一樣嘢就係成本太多之餘咧，就算提升咗咧，都係唔能夠百分百確保咧係一定唔會食字嘅，係冇辦法嚇。咁你話為國家打氣拖得車，我就話俾大家聽，即係好難為國家打氣嘅，而家咁嘅情況。點解我話好難為國家打氣？我講句真話俾你聽，而家。有些事情真的做得不好的、即是很老实说，即是有些事情是宣传口是很离谱，我只能够说、即是我这样说，当然有些人会很不开心的听了我这样说，但我都讲句实话，有些事情是很错，我只能够说、为什么你说国家做错，其实有些数据有些事情你不公布呢，其實就很麻煩的，即係而家已經有視頻影到咧，就係、有好多車咧就排咗喺火葬場門口排車龍啊嗰啲，即係佢哋又其實具體情況係咪火葬場係冇人知嘅啊，但係佢哋就影咗啲視頻話係火葬場啦，跟住火葬場門口有好多車排曬長龍。嗱，講句真話，即係死人就一定有噶啦，今次。即係如果你要我講話今次冇死死好少人最低嘅代價搞掂成件事。如果你死人嗰條數完全唔計成本咁樣做，死人其實一條人命咧，
即係好老實講，喺外國大概就計數咧，就係、是如果換轉翻做港紙咧，就大概係千零二千萬到嘅嚇。咁、啊、如果你計死人嘅價值係千零二千萬嘅咧，有好多嘢就唔應該發生嘅。咁但係喺內地嗰條數咧，嗱、啊，以前做基建工程都會計嘅，就係、是、你死人嗰個成本究竟換轉翻錢係值幾多？因為你要賠償俾人啊，嗰啲咁嘅嘢。咁你話內地嘅命係咪好賤？十幾廿年前又係。咁你話疫情嘅時候，即係用封控嘅措施，咁其實人命嚇，即係保得住。咁點解而家保唔到？而家嗰個代價太大，國家都頂唔順。即係講句真話就係、是，你即係除咗國家頂唔順之外，其實好多企業都頂唔順。啊！即係嗰啲中小企有部分人就出嚟講：啊，呢度開唔到啊，我死㗎啦！咁你一係就餓死，一係就病死嘅啫。咁你選擇餓死定選擇病死咧？餓死咧就自己嘅，病死就人哋嘅。有好多人係咁好容易嘅啫。其實個選擇就係、是、最緊要唔好我餓死。雖然喺中國今日係冇可能餓死嘅，我都要講佢哋。但係而家嗰班人出嚟話。自己會餓死嗰班人咧，其實即係好老講，佢哋佢哋中意咁講，我哋都冇計嘅。同埋即係仲有一樣嘢就係嗰啲叫做嗰啲叫咩啊？嗱，我哋而家都老毛啊，中咗新冠之後，嗰啲叫做抑鬱死嗰啲人啊，即係佢哋話自己就係抑鬱死。我話俾你聽啊，真正抑鬱死嘅人係唔會出嚟講話自己就係抑鬱死嘅，從來。你自己諗下，你身邊如果有朋友曾經自殺過，你就會知嘅。從來都係扮到冇嘢嘅，嗰啲人係乜事都冇。突然之間，即係你身邊嘅人，即係關心佢唔夠，咁佢就即係自己搞掂自己嘅。呢、這個就係個現實咯。嚇嚇咁啊 ，Emma Wong 就話：而家冇生意都會餓。咁你話會唔會餓死嘅？即係餓同餓死係兩樣嘢嚟嘅。嚇、啊！我同我死是兩樣嘢，但是你話國家有信心，我對國家都係有信心。但是個問題就係你要個代價係幾大，即係從講個代價，即係我講嘅係個代價。你個代價而家睇起上嚟仲會有其他問題出現，就係因為嗰個資訊你係完全唔公開啊！即係你唔公開個資訊，你會有啲咩情況？就係啲人喺啲蛛絲馬跡度睇到有啲咩問題，譬如喺北京，啲人係點樣估？死好多人咧，就喺啲大學嗰啲附文嗰度，啲教授死咗，啊，啲學者死咗，啊，因為大學裏邊基本上係一個小社會嚟，咁樣社會縮影嚟啦，大學又係，啊，啲老人家死而家係，啲老同志死，係啲人係知道噶，你唔好以為啲人係唔知啊，你唔公佈唔代表人唔知，咁佢哋係咪新冠而死？而家冇得講，而家好似拗，而家好似拗嗰啲新冠新唔係新冠嘅佢哋，啊，因為講真啦。其實內地而家定出嚟嗰個標準咧，佢自己都冇辦法執行到嘅。即係究竟要佢有冇辦法驗每一條屍體有冇肺炎嘅症狀？佢根本冇辦法做到嘅，佢個標準根本做唔到。所以佢嗰、那個就算報出嚟嗰個死亡數啊，即係如果你嚴格嚟講咧，啲人都話會係假嘅，即係因為個標準佢定得太高。但如果你好似香港咁樣啊，佢每日報一個即係幾十人嘅死亡數字，呢啲係可信嘅，我認為。點解係可信呢？因為佢嗰個標準執行標準咧係比較低啊，即係佢就驗一驗你究竟個人咧係新冠陰性定係陽性啊，即係你走嘅時候新冠陰性陽性，新冠陽性就當你新冠啊，新冠陰性咧就當你唔係新冠。所以結果就嗱呢個係拉上補下喎，你唔好話香港個做法都係唔準，香港嗰個做法咧就做到拉上補下。點解咧？其實呢個係國際嘅做法都係一樣噶啦。點解可以做到拉上補下？因為有啲人咧，佢中咗新冠咧，佢幾個禮拜頂唔順咧，佢臨走之前咧，佢身體裏邊咧可能已經康復咗，但係佢都係頂唔順，佢走咗。咁嗰啲人就唔會計咗落去嗰個死亡數嗰度嘅。咁但係有啲人嚇，佢本身有基礎疾病，佢中咗新冠之後死，咁佢呢啲就會計埋落新冠度。佢本來有基礎疾病，佢未必會死。佢中多咗新冠，咁樣推一推，佢死埋就係咁樣啫嘛。嚇，即係你拉上補下條數就啱嘅。好啦，多謝翻啲網友先。第一個 Link Stella， 非常非常感謝 Link Stella。仲有就係 Line King 88，跟住仲有 Christina Huang， 多謝你哋嘅支持啊！
嗱，咁啊 ，Cam Sing Lau 就話照咁睇，北京火化要排隊係真，係要嗱要排隊。我成日都係講要排隊，係應該係真嘅，應該係多咗好多人死。但係你話佢哋傳到話要喺屋企停屍，這個我就絕對唔信嘅。即係因為你係一定有冰櫃啊，嗰啲可以調動嘅，同埋北京其實而家都好凍。你會唔會將即係一個遺體擺喺室內呢？啊，即係冇辦法去火化嘅，你將佢擺喺室內，啊，你停咗佢喺室內。要擺喺屋企，你信唔信？呢、這個我就話俾你聽，呢、這個係冇可能嘅，其實係、啊、好啦，講到呢度咧就算啦，即係嗱，希望解答咗頭先 Yan Cheng 講嗰個問題啦。即係今日嗱、啊，即係已經講疫情咧係好趕客噶啦，即係好多人都講啦，你講疫情好趕客，唔應該講咁。但係有啲嘢係社會責任，所以我哋都會講嘅啊。即係社會責任嘅係一定要持續做嚇。啊周一胖香港就话江玉欢呢啲人噏啲嘢都有网友群嘅人支持，系啊，呢个社会就系咁，我就话一定有唔同嘅声音嘅，我都要讲。咁江玉欢佢话疫苗通行证呢个嘢侵犯人权，呢个讲法咧，其实就源自西方嘅，即系我都要讲，西方好多地方都取消咗疫苗通行证噶啦。佢疫苗通行证咧系一个暂时嘅措施嚟嘅，喺外国系，佢有个目标嘅，通常都即系我再讲多次一啲常识啦。就係、是、佢去到打嗱，佢譬如定咗個目標啊，即係譬如老人家，佢要係九成半嘅人打曬兩針，咁佢到咗個目標咧，就會再睇一睇嗰個情況啊。咁跟住可能要打加強針喎 ，Omicron， 咁佢又要再定一個目標，就係你第三針嗰個比例嗱，老人家嗰個比例要去到九成啊，即係有啲地方係咁啦，即係新西蘭嗰啲就係咁啦，去到九成咁樣，咁佢就取消疫苗通行證噶。因為嗰個目標即係保護咗最重點嗱，喺數字上啊，保護咗最容易受傷嘅人，咁佢就開放翻啦。嗱，即係佢都唔係即刻砰一聲咁開，即係外國都佢都係慢慢開。咁慢慢開有個缺點嘅，其實我都要講慢慢開有個缺點，就係嗰個經濟咧係冇辦法好快就正常翻嘅。咁啊，即係大家有啲人都好唔中意江玉歡咁，但係嗱，我就要講啦，即係佢有佢嘅自由嘅，有啲嘢佢講係，你可以話佢講嘅嘢係亂噏，但係即係佢亂噏嘅自由咧，即係我都會捍衞嘅，即係好老實講，佢好多嘢都係亂噏嘅，因為江玉歡即係好老實講啊，即係亂參講嘅嘢係多到恆河沙數一樣，但係。但佢中意講咪講啦，因為有理據你可以駁斥佢噶嘛。呢個社會唔緊要嘅，即係啲人亂噏係可以俾佢亂噏。最大問題咧就係你亂噏嘅人成咗勢，你駁斥佢嘅係聲音係冇 Q 曬，咁啊咁就係大鑊啦個社會，就係咁樣樣啊。咁啊嗱cheap 啦，佢就話即係內地嗰個放鬆係恐嚇嗰班白紙友，我就話俾你聽唔係嘅，即係嗰個政策。准确佢有佢嘅政策逻辑嘅，即系我都要讲啊，即系佢都有佢嘅政策逻辑喺后边。但系你话系咪纯粹嗰班白纸友令到嗰个政策会嘭一声出嚟？咁我讲借势嘅啫，呢、這个就即系你即系讲好老实讲，我都要讲句真话。即系如果你就算话啲系啲白纸友搞出嚟，你都系赖佢嘅啫。事实上，即系你好难话唔系赖人嘅。即系我都要讲句真话，即系。你不信我都冇办法啦，啊！因为而家佢哋嗰班人点嘅咧？佢哋班人咧就系嗰班白纸友真正操作系点咧？人哋国家行呢个封控政策啊，即系动态清零政策，佢就话呢个动态清零唔合理。而家开放咧，佢就话而家咁样开放系唔合理，佢哋要嘅系逐步开放咁样。但系逐步开放咧，你唔能夠砰一聲咁做嘅，咁你如果要好聽你哋咁講，要縮短嗰個封控時間，做最短咧就係呢個做法咯。嗱，B B E 就話大陸死咁多人，中人壽好大鑊，你認同？唔係個個人都有買保險啫，即係講句真話，即係唔係個個人都有買保險啫，同埋而家咁樣嘅情況咧，我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即係係唔理想嘅。但是冇辦法，中人壽都要賠俾人嘅。你唔賠俾人，連新嘅保單都簽唔到翻嚟嘅。個問題就係你，即係個情況就係，如果當你喺嗰個理賠嗰度收得好緊嘅時候咧，你喺前線賣嘢嘅人咧，
結果係乜都賣唔到嘅，其實嚇嚇咁啊嗱誒 ，Man Ray 叉就封又唔係，開又唔係，自己執生咯。我哋澳洲大部分家庭都係喜洋洋，國內嘅情況咧點都唔會比當時嘅美國紐約差嘅。嗱，你咁樣講咧，我都冇辦法同意啊！即係我都冇辦法同意，點解咧？即係你話紐約係好差當時，紐約冇錯係好差，但係佢哋當時咧。即係我哋都要講翻，即係個實話嚇。佢哋當時咧係拉到好長嘅。佢哋無論由 Alpha、Beta、Delta、Omicron 都好，佢個社會長期都有人感染嘅。佢個社會根本咧由有疫情第一日開始咧，都長期都係啲人咧都係同病毒搏鬥嘅。啊，個現實就係咁。咁你話你咁樣死人？會好啲啊！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哋都係拖長咗嚟死嘅，即係知啲人係啊。咁但係你話紐約係咪好差？紐約嗱，即係嗰個之前咧，佢哋都用嗰啲即係冰櫃車嚟裝屍體嘅。咁我就話俾大家聽，即係你話喺內地會唔會差過呢個情況？如果你喺北京啲人要排曬長龍，即係而家咁樣處理即係啲屍體嘅話咧，即係喺三四線城市咧，個情況係有可能差過紐約嘅。即係我都要講翻個實際可能發生嘅事俾大家聽，唔係放負，而家係講可能發生嘅情況，你要有辦法去應對啊！即係Kips 就話人口密度點可以同澳洲、美國比？最大問題就係佢個人口基數太大，即係當你話人口基數太大同埋家庭結構，你留意一下國內嗰啲家庭結構，即係屋企一定有個老人家幫手嘅，係好多人都。即係我唔係話全部人都有，但係好多老人家都喺屋企幫手。咁如果冇咗啲老人家幫手，咁會出現啲咩問題？你自己諗下咯。嚇、啊，好啦，Erica Tong 就話國家咧就冇吸取香港第五波嘅教訓，早開放前嘅準備。但係我講個真話俾你聽，如果即係佢要預早準備嘅話咧。又是很難的事，有些東西根本準備不到，他之前說過三四五六七八九線那些地方你可以怎樣準備，你怎樣可以短時間之內提升個醫療系統，你是沒有辦法短時間內提升個醫療系統的，即是說句真話，你可以拖長來爆、啊、其實有他的邏輯就是這樣的，我說多一點，今天說很多抗疫、啊、政策邏輯就是這樣，如果佢拖長嚟爆，即係你準備好一啲城市爆咗先，其他地方慢慢爆，跟住咧就其他城市啊省份咧就係遲緩嗰啲爆疫嗰啲地方，令到成件事咧就有秩序咁爆。但係我話俾你聽，其實點解呢一個即係你話即係而家幻想出嚟呢個方法係冇可能咧？嗱，我唔係針對任何人啦，呢、這個都講，我最初都覺得係可以，但我諗下都係覺得唔得嘅。點解覺得唔得咧？因為你冇辦法控制到啲病毒幾時會流去邊度，你而家咁樣砰一聲咁爆，係咪好唔理想？我認為係有一樣嘢好唔理想嘅，就係、是、連退燒藥都冇。係即係我講句真話，即、就、係、是、我自己點算翻啊？即、就、係、是、我點解可以點算翻？因為我呢啲食完藥啊，剩翻低嗰啲垃圾咧，都係尋日先至執翻去掉啫。咁我執翻啲即係嗰啲食。剩嗰啲呢個藥嗰啲膠嗰啲嘢嚇，我咁咁遲先抌，因為咧有啲嘢咧我就即係擠埋咗一邊就冇掟到嘅。咁你話一個人中新冠嚇，譬如病咗七日，好似我嗰情況病咗七日，即係唔舒服咗七日，咁我食咗幾多粒止痛藥咧？咁我夾埋係食咗超過100粒止痛藥嘅。咁有人話唔好食咁多止痛藥，其實就好簡單嘅啫，貝洛芬食兩粒。啊 ，Panadol 食兩粒，每日四次。咁嗰度咧計埋已經16粒藥丸嘅。咁你七日每日食16粒藥丸，咁就百幾粒藥丸嘅。其實就嚇、啊，所以嗱，即係講句真話俾大家聽，就係內地而家有啲人攞到兩三粒，覺得可以幫到手。我又話俾大家聽，攞到兩三粒呢啲咁嘅。止痛退燒藥根本就冇用，你可以幫自己退一退燒，退一陣咯。你兩三粒，你退到幾耐？有效時間得四個鐘至六個鐘，係咪啊？啲人話咪食一粒得噶咯喎，咁樣嗱，
即係好老實講，肥人呢，因為身體比較龐大呢，食藥都要食多啲嘅。即係個真話就係咁樣啦。點解我會留返呢？即係其實講真，我係唔記得掉嘅啫，唔係專登留返嘅。呢個我都要講。所以而家如果香港嘅網友，你話要唔要儲備定一啲退燒藥咁樣？如果你即係經歷過疫情到而家咧，其實應該屋企咧就有儲備嘅嚇。咁特區政府亦會派啲俾你啦。即係如果你染咗疫，佢有物資包嘅，到而家都即係我嘅理解就係、是、你上報嘅話，佢有物資包俾你。其實特區政府算好好啦，即係香港特區政府有好多嘢都係準備咗。咁內地點解冇準備到？內地好坦白講，如果要準備曬咧，佢個成本又係好高嘅。佢個成本同當佢個成本係同封控嚇相約嘅時候咧，有啲嘢咧你會唔會做？你自己諗下。即係如果你係用一個成本去計數嘅時候，你自己要諗下。你話係咪可以完全不計成本？如果真係完全不計成本嘅話咧，就繼續做動態清零咯。即係如果真係嘅話，咁但係市民都或者國民都唔配合，其實喺內地就係、是、個現實就係咁。咁佢咪冇辦法，佢都要開。好啦，咁啊 ，Man Ru Cha 亦都多謝你嚇，仲有就係家家豬，多謝你嘅支持啊。咁啊，嗱，講到呢度咧就算啦，就嗱提醒大家 ，Line King 88提醒大家嘅就係、是、發燒一定要食退燒藥。其實嗱，我自己睇到個情況，即係內地而家點解話唔理想嘅嗱，佢哋有啲人咧就發燒都冇辦法，都係冇藥嚇，咁佢唯有嘔咁。其實肥人發燒就好危險嘅，即係我醫生就同我講，即係如果肥佬咧發燒係可以好容易失控嘅，好容易係嗰個器官衰竭嘅，所以咧就一定要食止痛藥同埋退燒藥。所以我其實發燒好短時間嘅，即係我真正發燒好短時間，因為我食好多止痛退燒藥，嗰、那個燒好快冇咗，係周身骨痛啫，一唔食藥就周身骨痛，咁係冇辦法嘅啊。咁啊～嗱，孫娟媽就話內地人想得伏必泰，內地付款啦，即係另外途徑就係去香港旅遊同埋打伏必泰咁樣。嚇，甜邊蛇夫就話咧，哈哈，我呢度啲藥房咧已經三個月冇退燒藥同感冒藥啦，真係大狗 L 王。嗱，我仔中嘅時候咧，我哋呢度都係有得買嘅，即係退燒止發燒嗰啲藥全部都有。咁其實點解會即係缺咧？呢、这個亦都同嗰個市場規模有關，同埋有啲政策你突然之間改得太快咧，佢咪會缺咯。嗱，因為之前嗰個動態清零政策就咁嘅，佢就唔準嗰個藥房賣嗰啲退燒止痛藥嘅。即係點解咧？你要去掩蓋咗你個病徵啊嘛，佢對個防疫係有影響啊嘛。咁呢個做法啱唔啱？我都認為冇問題。即係如果你堅持動態清零嘅話，咪得咯。但係你冇辦法堅持啊嘛，那個情況就係、是。个情况就系市面都冇人陪你一起坚持，肯同意继续坚持动态清零嘅人系好少，起码个声音系好少，咁你冇办法坚持落去吓。嗱咁啊，辉日人类美品共同体提醒翻大家就系扑热息痛啦，即系 Panadol 咧，每日最多食八粒，咁八粒嘅数字咧就系每一粒咧系500毫克嘅呢、这个500mg。千祈唔好食過量，係啊，呢、這個千祈唔好食過量。但係你係可以布洛芬同呢、這個撲熱息痛一齊食嘅嚇。咁啊，醫護就話200根中招4粒俾你痛搞掂，咁你冇周身痛咪係咯？即係我都講啦，你如果翻啲夜班嘅人，我睇得到嘅，即係好似我講，其實因為夜晚都好多時要出去做嘢。其實你出開去夜晚做嘢嘅人咧，佢就會個病情係會嚴重啲嘅。其实就睇得到就系咁啊。好啦，咁啊算啦，讲到呢度咧就休息吓。咁啊，翻嚟我又讲其他话题，疫情讲得太多，太长啦，讲得啊，休息一阵。